咱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你是台湾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阴凉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黄山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黄山老祖。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佛会大众及当下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三界法界、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跟各位阐解黄山老祖天威。我们当下所有维新贤士与黄山老祖与诸佛菩萨会心会灵有缘的人，都是从蓝天而降下来了，来到世间，有四龙工商百业啊，这是佛陀八正道的正业，正确的事业，正当的事业。从蓝天而降下来的，诸天圣神。有灰天，有仙女，有音乐家，啊，科技、学术等等八万四千法门，啊，其中一项。啊，大家所认知熟悉的就是音乐家。今天从蓝天降下来，啊，寻找有缘亲人的各有不同。其中一位就是黄山老祖的弟子，啊，南培奇音乐家，横笛音乐从天上吹到人间来，又从台湾长大之后，一年时机成熟了。以乐音会友会佛会菩萨，到了大陆上海各地巡回，啊，以乐音横笛竖笛的音乐来会佛。会心会灵，而与你有缘的，就是你的观众和听众。这是至高无上的佛法，也是三十八年前开启蓝天的时候，
在天台，在灵台上，九大菩萨，还有更多更多更多的仙人，也都下来了，寻寻觅觅在找有缘的人。所以音乐家以他的音乐技术啊，来会心、会友、会佛和会子灵。所以今天我早上呢跟圆路法师说，我好久没有看到南皮提啊，下午来了，我看了很高兴啊，这一类都是徒孙啊，都是从南天而来的菩萨啊，在这里勉励培齐呢啊，更上一层楼啊，把你的心声传回南天圣文，传回法界，会佛、会菩萨、会祖灵，好好做，好好修啊，今后将会更烧一层楼，看得远，听得人广大广多啊，这是每一位菩萨来到世间的因缘果啊，这个就是八正道的正业，正确的工作啊，正确的事业啊，非常清楚的八正道的正业。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树农工商啊，百家思想、百业的技能，都是每个人从天上界过去无量劫带来这一生啊，以此来会友，以此来会佛，以此来会灵。所以唯心圣教、唯心弟子都是从蓝天而来，顶手上都有八尊菩萨的智慧，还有佛陀八正道的智慧，啊，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喜舍，地藏菩萨的大慈大悲，为挽救众生的之苦而进入地狱啊，去陪着在地上受苦的人，为他们说法啊，让这一些在世间在地狱受苦的早日觉醒。佛陀释迦牟尼佛
八宗道，阿弥陀佛，鼓励大家要念佛，找回自己的本性，是阿弥陀佛。所以有佛呢阐述每个人的灵性的庄严啊，就有记文，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白好婉转五须弥，甘木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那阿弥陀佛的庄严，人人都有，都有那一颗灵性、佛性、至高无上的佛性，这阿弥陀。还有的很多修成正果的菩萨们，都有自己的心法，又有如土地公、福德正神星君，掌管设计人间的五谷丰登和平安，六畜兴旺。这土地公他的慈悲耶，所以来世间上养鸡养鹅养六畜的菩萨们，也是从蓝天而降下来的菩萨们，来世间上以这些六处来会心会佛啊，所以世间的百业各有千秋，我们绝对不能去批评唾弃任何一个行业文啊，有如藏一寿、礼一寿啊，将往生者的家属啊办理最妥善的礼仪，然后奉送回归大地，功德也很大耶。所以各位唯心弟子同学们，我们要去赞叹世间任何一个行业的人，他有他的天命，也有他的苦衷。所以众生各种的烦恼啊，我们能要悟，要有正确的见解、正确的思维啊，我的人来世间上才不会跳进苦海。苦海在每个人的念念的思维，黑暗面的思维都是苦海。
百万黎明，淹没星空妙地秀。还有如我们圆路法师为一位自己的学生啊，在社会上啊犯了人家无法理解的官司罪过，人是善良，所犯的官司啊，是天理难分明，那必定有原因。所以圆顿法师用意卜卦，卦象因爻发动来克四爻，又带了官鬼克四爻，找不到原因。后来经过王禅老祖无上心法，用意占卜而理解了祖灵灵骨啊，都安错了，所以才找时间把它重新整理安排好，把诚心的祭拜和供养和忏悔，让祖灵受委屈啊，终于在前几天政府还他清白啊，让他所损失无量的钱呢找回来了啊。而这即是王禅老祖的心法，台湾祖师赞叹王禅老祖的天威，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四句偈啊，你可以让自己的觉性唤醒啊，时时念会以王禅老祖在南天门灵台上会印心觉明啊，还给众生一个清白，这即是道的精髓耶。所以八万四千法门的修行，行行出状元。所以我希望各位唯心弟子、佛会大众啊，能够更进一步来悟道之精髓，而悟易经、佛法、圣法、道华，一切万华啊，它的调和法则啊，你即能够跨越三毒的束缚了。阿天父啊，各位唯心弟子同修，南天圣门，南天顶首
八大菩萨。八大菩萨的真理心法我已经一一的阐述啊，各位若是有心要来跳脱三毒之苦的束缚的时候，你们不妨多多恭送八大菩萨的经宝。第一，《金刚经》；二，《黄禅老祖玄妙真经》；《维古先师天德经》；三，《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四，《活说阿弥陀经》；五，《元始天尊说神龙大帝五古经》；六，《开山祖师》；七，《哈哈如来济公古佛者的经》啊；八，《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药师佛诸经，这都是我们修成正果回家的天梯和一条路径。这个都是从幻幻娑婆世界要找到一条心灵回家之路的大导师诸佛菩萨，又如今天啊，恭送诸经已经排到瑶池金母娘娘收眼真经，是在指引当下法会坛上列祖列宗回归到母娘瑶池金母的身边，蟠桃盛会啊，这个都是大。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修行，你要悟，要悟诸佛菩萨圣神他们所启示的每一位菩萨神佛成就的真理，这样的话你这一生就不会漂沉在苦海，而在苦海里受世间的三毒风浪而把我们滚走了，滚滚红尘烦恼无边啊，唯有赶快啊依法修行啊回归上岸，才会脱离苦海啊，而成就佛骨位回去的。祝福各位。百万黎明，愿我心共妙地
心闲事，当下法会莲座上列位列祖列宗诸祖灵三界万灵佛会大众等阿弥陀佛，灵善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住圣，加持灌顶见太平。人的顶首是灵山，在整个的宇宙虚空的灵山，它是无量无边的法界。那么在世间山河大地的灵山，就是龙穴，风水学的龙穴。这个龙穴的源头啊，自中国大陆昆仑山脉啊，分五条龙，一条龙到欧洲，一条龙到印度，一条龙到韩国地区，一条龙就是太行山脉在八卦城结穴，一条龙经过武夷山，龙腾虎跃到了澎湖，然后到玉山头，玉山头阴龙阳龙在那玉山头转换，那么一条龙转换阴龙到了台东大武山岭山腰天窍穴上这个是大武山岭，这是天窍穴，一个大太极。这个大太极上坐着八尊大神，然后在这个穴上于71年7月23日开启南天圣门之后，在这现出光明天，然后九条龙的干龙，其中在台湾的干龙转到台东大武山腰天窍穴上然后在71年7月23日开启南天之后，天命将这个真龙真气在衍生演化，分散到八荒
啊，分散到王产老祖所有的分寺道场。目前在有43处道场，天龙护法、菩萨文也都分别到43个道场，啊，以供奉王禅老祖的圣像为基准点，多么慈悲啊！所以各位同修，天意示现，啊，这个宝地的龙的真气，啊，分散到台湾各地分寺道场，43处的分寺道场。啊，唯独禅机山仙佛寺，啊，这个宝地，啊，是分寺道场的总根源。三界万灵，从蓝天而降的万灵文，啊，都一一的汇聚在仙佛寺，这名为禅机山。禅机处处都是禅，现象有形世界，石头那么多，树那么茂盛，啊，草那么翠嫩，啊，满山的花，看了心境舒爽，啊，因为禅机山是诸佛菩萨，啊，在这里，啊，会心，会佛，会众生，也是三界万灵齐聚一堂，在禅机山仙佛寺，在这里印心，然后分散到各地去。所以唯心圣教所盖的，无论大道场、小道场、中道场，都要依照风水学宝地的太极、寻龙点穴来安奉王禅老祖的金身，啊，才能够普度辖内三界万灵，街头水尾、山河溪涧，啊，孤魂幽灵，啊，都会很自然的到了唯心圣教共分寺道场宝地，啊，在去那里与王禅老祖会心，然后在每年的元旦都要举办一场中华民族5000年来啊的联合祭祖大典，啊，将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招请
到当下千楼禅堂僧堂，每天恭送诸经来供养，斋串供养，来时饥，去时饱。而法会圆满之后，还一起驾临光降桃园林口大体育馆，在1月1日未时开始举办祭祖大典的法仪。接起台湾的兵，演过新公庙的仙。而由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吴鸿祺会长、林俊伟圆寂法师秘书长，与所有维新圣教分处道场的住持法师、贤士同修、三祖儿女36000众。齐聚一堂，以心会友，以心会祖灵，以心来会佛，同享南天圣门。九龙座前的华喜啊，所以我今天来邀请各界朋友，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来参加人生难得一次的祭祖大典盛会。所以王禅老祖的大别院是广义的祭祖。中华民族已经有15615姓氏族，并非早期所说的百家姓，所以世间要和谐，人间要成就净土，一定要先从进大孝开始做基础。那在此欢迎各界，没要去参加的话趁早那向各分支道场报名，以便安排习作。各位维新同修及十方善诸士，中华民族悠悠岁月5000年，繁衍祖孙13000000，祖宗流芳10000000，所以当下时机已到，所以举办。僧堂第15堂祭祖大典，这是天命，也是各位三祖儿女共同的天命和福报，我们应该要珍惜。所以王禅老祖将灵山会佛会菩萨，这个灵山台呢，以往移到
林口大体育馆，啊，这个灵山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灵山的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所以第十五坛的祭祖大典是九大菩萨和台湾祖师的大悲愿，而圆满了十五坛的祭祖法仪。香花请，香花迎，啊，奉请列祖列宗诸祖灵，诸天圣神活菩萨圣灵来光降祭祖大典会场。香花请，香花迎，歌舞升华，由各界代表全心奉花奉香，啊，这是我们的共同的天命，共同的福报。我希望唯心贤士大家同心同德，来圆满天下太平的本愿，祭祖大典。所以好事会多磨，也会遇到一些破坏祖灵啊的少数人来破坏，来障碍，但是我们大家本着天下太平，人人需要，是人人的希望，天下太平的本愿，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办好第十五坛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安尼知无？各位同修，啊，灵山会五千年，啊，第一次在台湾由台湾祖师主导的开启南天圣门，然后整个的过程是在圆满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祖灵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真和平，让世界成为人间净土，可以了脱生死，啊，都可以当下性成就佛果位，啊，这即是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所以时间已到，啊，不容我们再拖延。法言法宴已经准备要开始了，啊，大家要有这个信心，
啊，将开启蓝天圣门，走到菩萨的心法，印心到我们每一位从蓝天而来的各位菩萨们、龙天护法们，啊，相互的印心觉明，则大道真常永恒，啊，太平的净土在当下。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本坛的祭祖大典由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总会吴翁奇与林俊伟圆义法师和所有的法师共同联合来主办，这是天道，也是天命。所以天道在运行是大公无私，天命是给三族儿女们啊一个福报，善因善缘和善德啊，福德因缘皆善的话，当下性就是佛的世界，也是佛净土在台湾树立一盏光明灯塔，普照地球世界，把这地球世界将充满的光明和和谐，所以才有一首圣歌：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这是真言，这是真理。我们各位维新贤士同修，时时要谨注、记住“龙天护法保苍生”的圣歌。啊，那你就可以自我内心的太平，家庭的和谐的太平，社会和谐的太平，人间净土的和谐的太平，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本愿，天下太平一家亲啊。我们现在来回向，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